他学什么？先 A 他一下，试探一下。他应该学的 E 吧，不然他刚就直接 W 我了。一直在躲他 E， 骗他去投 E， 踩他一下拉开再 A 他一下。Profit， 他急了，被我拉上了一波，他急了。不要急，好戏还在后头，塞拉斯，我要让你的至尊也受伤。坏，他长急了。我这样一直拉兵，确实他升级快一点，我没注意。躲，哎呀，没躲掉。哎，还行，把药吃完 ，W 好了。他一上来 W， 他就必死。不急，我们先三级了。打我来，故意卖一波啊，应该烫不死我。我摸了来就这样卖吧，反正。我这个线我想推啊，走吧，线有点难受，准备死了。没有药，起来喊一下。哎，不，走，不给他吸我。等我们下波技能，都不给他吸，反而我们会亏，知道吧？一定要耐得住，绝不给他吸。打个急，带走，给我拉开！没问题吧？哇操！一个兵没补到，各位，你应该晚点用的，全被莫乐给吃了。补个蓝吧，补个蓝也行呐。我得吃一头，本来这波出来给他秒了，我觉得不够，我的法量不够吧，反正在低了，这伤害绝对不够。我要动一下，这个线我不吃了。哎，走了吗？有眼。手指平 A 不出来，还行。这拉斯应该看到我了，不一定。我回来加四只法子，很完美的游走。Q 上就被吸血，这就没办法。Q 上就被吸，其实如果说
他满血，你可以让你的被吸血的话，不算亏啊，看情况的。这个得随机应变，你看我接下来怎么整。他不走，但是越不掉。 画到蓝莓反正。你得死啊！ 电弧各位，对啊，击飞的一瞬间在 Q W， 他的 W 不出来，他刚刚那个蓝蓝应该是能 W 的，啊，击飞的一瞬间在上 W，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盾怎么那么厚？三个多血。他信号还点，应该是知道。知道的。 两个，拖得大，我觉得我们能把他越了，怎么说 ？OK， 兄弟，好配合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直接走大，拉出来，没打不中，被扣过去。反复拉的方向打，看到没？这波细节。
走进去 A 一下，再拉出来，然后再走进去再 A 一下，再拉出来，然后再 Q 过去再拉出来，发现他 A 不到我们一下。当然我们却可以精能打掉他的每一下，各位。浪费了，感觉这个距离好像不够呀。好，可惜。要帅。卡米尔的灵性猎手我还没叠，我要多少血啊？这么稳、啊？那算了。还得我来，是个，我直接从线上过去应该能杀，这边肯定有眼，但是我从线上过去，我直接 Q 啊，没意了，等会他都要救出去，这么快、啊？完美，你去中吧兄弟啊，说实话。怎么样呢，王森？怎么样？还在跟我作对？我得走，不能闹了。看到我吗？大哥，我这点血你还试探逃离 Q 啊？这一堆就离谱、啊、秒极限刀尖上舔血，换了把进化都用了吗？差不多这波挺帅，其实不想 K， 但还得 K 了吧。开场不管了，往上水印鞋，水印鞋有点不好。就是还是要泰达，泰达给对面的这个威慑力是很大的，他们没有了这个防御，他的保护很大吗？就在打投降了。哎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订阅。